好，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将帮助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在本阶段我们的乐曲当中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节奏型，从而呢能够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弹奏好这些优美的乐曲。 在本阶段的学习当中呢，我们使用的都是简谱，所以这个简谱呢，就是用1、2、3、4、5、6、7来代替我们的哆、瑞、咪、发、嗦、拉、西。所以这个在读谱认这个数字啊，认这个简谱上面呢，我觉得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么现在问题呢，就集中在节奏上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罗列一下我们在本阶段学习当中将要出现的所有的节奏型，那么进一步准确的去掌握它。 啊，从而更好的运用到我们的乐曲学习当中去。首先来看，我们的这个我列出来的这个符号呢，是一个叉。这个叉呢，实际上代表了任意的一个数字，也就是任意的一个音高。它可以是哆，可以是来、咪、发、嗦、拉、西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就不列举其中的某个音了，用叉来表示我们任意的一个音高。 好，那么我们的在唱这个节奏型的时候，我们用的一个发音呢是大啊，所以大大大大大大，我们用这个大来表示我们的这个发音。好，这样也帮助我们能够练习我们这个节奏的这个弹唱哈。好，首先来看我们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一个拍子啊，就是现在出现的这个单音一拍啊，这个一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带着大家唱谱的时候，它是这么呈现的。 大啊，比如说咪咪啊，或者嗦啊，这就是一拍。一拍呢，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下去的这一个动作和返回的这一个动作，两个动作构成了一拍，也就是前半拍、后半拍，两个这样的半拍构成一拍。大大，好，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节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发现。 一拍里面包含两个音了，刚才这是一拍里面只有一个音。好，接下来一拍两个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两个音下面呢被加上了一道横线。最后我们会发现，下面加的线越多啊，拍子越短啊；下面加的线越少，拍子越长。不加线的啊，像刚才这个就整整一拍。好，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一拍里面是两个音，下面被加了一道线啊。我们如何去打它的节奏呢？ 大大，好，这个节奏型是大大，好，这就是一拍两个音的啊，唱的时候是大大，好，如果和第一个连在一起，它就应该是大大大，好，一拍一个音和一拍两个音，啊，这是比较基本的。那么再接下来它产生一些变化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呢出现了一拍三个音。 一拍三个音，它并不是完全平均的。那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音当中，前两个音下面是两道线，啊，第三个音后面还是一道线，啊。那么也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被加了更多线的这两个音呢，它就变得更短了。更短的话，它就速度就更快了，啊。所以前两个音速度比较快，啊，时长比较短；最后一个音时长比较长。那么我们呈现的节奏就是哒哒哒。 大大大，好，所以大家注意，前面是两道线，后面一道线的这三个音呈现的节奏型是大大大。好，那么以此类推，我们看到前面是一道线，后面两道线的这个节奏型呢，我们就要把它的速度反过来了啊，它就是大大大。好，所以这两个节奏正相反，第一个是大大大，第二个是大。 啊，那么它实际上都在这一拍啊范围之内。好，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从刚才的一拍三个音，现在我们又增加到一拍四个音了。一拍四个音就非常平均了，每一个音下面都是两道线啊。好，那就比较平均了，前半拍也是两个，后半拍也是两个啊。我们呈现的节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其实非常简单。 啊，这样一步一步递进过来的。再接下来出现的节奏呢，没有那么平均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所呈现的节奏型应该是大大，它不平均的。第一个音很长，第二个音很短。那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长和短之间的比例呢？非常简单，这样的一个节奏型，它是从之前的4个音的节奏型当中演变过来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个四个音一拍4个音的是哒哒哒哒。好，那么我们现在想要讲的是哒哒。好，如果说我们把这4个音，第1个音和第2个音连上，第2个音再把第3个音连上。 啊，也就是说，当最后我的心里知道它是4个音的长度，但实际上我只唱第1个音和最后1个音的时候，就呈现出我们想要的这个节奏了。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到我们4个音原本是哒哒哒哒，好，然后现在把这4个音中间2个音藏起来，只唱第1个音和第4个音，哒啊啊哒，哒啊啊哒，好，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浮点的节奏。 啊，当然它的节奏的名称，我等一下一个一个啊再给大家介绍。我们现在主要先是看它怎么来唱准我们的节奏型啊。好，所以这个节奏呢，因为它不平均，所以我们一定心里要有一个非常平均的啊之前的一个节奏型的这个前提。那么这个时候呢，哪些音是发音的，哪些音不发音的，心里很清楚。那么最后你唱出来才是特别准确的啊，我们这个节奏型。好，我们再复习一次。从4个音当中啊，我们把第1个音和第2个音加了连线。我们一开始在乐曲当中讲过，被加了连线的这个后面这个音是不发音的，它的时值是保持的。好，第2个音和第3个音还是被加上了连线，第3个音也不发音，等于在这个节奏型当中啊，我们只发第1个音和第4个音。那么就是心里要把这个音唱出来，哒啊啊哒。好，那么你心里有这个位置。 再去掉中间那2个音，再去掉它的发音，我们就直接的呈现我们这2个音的时候啊，哒哒啊，呈现了我们现在这个浮点的节奏，但是心里非常清楚，中间空了2个音，哒啊啊哒，哒哒。好，这样子的话啊，心里非常清楚，才能得出准确的这个浮点的节奏。 好，再接下来我们看到又是一拍3个音的节奏型，但是呢，既不是横线加在前面，也不是加在后面，而是前后各加了一个小横线。看一下这个节奏型。好，那么这个节奏型呢，我先给大家打一遍它的这个速度是哒哒哒哒哒哒。 哦，这个节奏型，那么它又是如何推算而来的呢？我们的依据前提依然是刚才一拍4个音的这个节奏，哒哒哒哒，把第2个音和第3个音加上连线，我们看到，也就是说第3个音不发音了，但是时值它的时长保持，我们来试一下，它就变成了哒哒啊哒，哒哒啊哒。 直接演变为哒哒哒，好，这样的话，你心里有那个，有那个音隐藏在这个节拍当中，当你去打的时候就特别准确，啊，所以一定要借鉴它的前提啊，我们从4个音、第2个音和第3个音被连了之后，直接得出我们现在这个节奏型啊，成为哒哒啊哒，好，那么一会儿它们分别都是什么名称啊？我们等一下再一一为大家介绍。 再接下来呢，出现了之前没出现过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数字，那么是一个0。这个0呢，在这儿肯定不能说是0啊，在这儿呢，它是空拍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拍没有音。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空啊，我们在唱谱的时候，我们称它为空大，空大啊，有音时候我们唱大啊，没有音我们唱空。所以这个空，我们会发现它和后面的拍子各自占了这一拍的一半。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前面一拍2个音的时长是一样的，但是要把空的这个名称啊要唱出来。那么它呈现的是空大，空大啊，就空的时候没有，大的时候我们要去弹或者去唱。再接下来这个呢，和它是异曲同工啊，只是后面前面空了之后，后面呈现的是2个音，那么这2个音就比较密集了。 唱的速度相对快一点啊，就变成了空哒哒。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节奏，我们来唱一下哒哒啊，这个占了2拍了。刚才我们所有的节奏都包含在1拍的时长之内，现在这个出现是2拍，大大。那么这样的这个又是长短不一的节奏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前提来借鉴。这个前提我们发现它就是一个1拍一个音和1拍两个音共同构成的2拍。原本它的拍子是大大大，这个1拍的音和1拍两个音当中的第一个音被加上了一个连线，所以我们被加了连线之后，这个后面这个音是不唱的。那么它呈现出了节奏就变成了大啊大大啊大啊，或者你把这个声音再把它虚化掉，就是大大。好，这样的话就得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所以心里一定要知道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好，所以这个节奏型它是占了2拍啊，唱起来是大大。好，再接下去呢就相对都比较简单了，比如说大。这一个音延长2拍啊，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一个音如果特别长的情况下呢，它会在后面加一个小横线，小横线越多拍子越长啊，所以这个时候常用的我们会这个1拍后面加1道小横线，它就是2拍大，一定要唱满2拍。好，再接下来就是后面延长了，有3个小横线，一共占4拍啊，心里一定要把它的时长唱足了。大2、3、4啊，通常啊，我们也会在曲当中句尾的时候，或者一个乐曲的结束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很长的拍子，所以我们心里要清楚，并且唱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啊，每一个拍子一定要把它时长一定要唱足了。好，那么我们在学习到今天会发现，每一首乐曲前面都会有一个拍号，就是1道横线下面1个4，上面1个2，或者下面1个4，上面1个3，或者下面1个4，上面1个4。好，这我们就称它为4·2拍、4·3拍和4·4拍。好，什么意思呢？实际上4呢是代表的是我们1拍的时长，它称为4分音符啊。这个呢属于比较专业的一个音乐知识的范畴了。我们在目前初学呢，我想大家不用去探究的太深刻了啊。我们现在就是记住它的一个名称，成为4分音符，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打的拍子大，就是说1拍，我们呢在学术用语当中称它为4分音符啊。目前就记住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好，就这一下大就是4分音符。好，上面这个2呢就表示这一小节，我们看到小竖线啊，在曲子当中这个小竖线就是一个小节，所以这个上面这个2呢就是一个小节当中包含了2拍，也就是包含了2个4分音符啊，所以这个一个竖线里如果是2个4分音符，我们之前的拍号呢就记录为4·2拍，1个4，1个2。然后如果这个小节线当中呢包含了3个4分音符，就包含了3拍。啊，我们这个拍号呢就记录为4·3拍，下面永远是4啊，上面啊2或者3。好，如果这个小节线中间包含了4拍，那么我们这个之前的拍号呢就记录为4·4拍，上下都是4。好，所以这个呢，其实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可以以我们的一个谱子，大家翻开我们的谱子，我们的第一首乐曲《笑傲江湖》啊，大家看一下。看到我们竖着的小竖线就是我们的小节数，这个小节数中间大家发现啊，它是不是都是2拍呢？所以它之前的拍号呢标着是4·2拍。好，然后再打开我们往下翻啊，看到我们有一个大长今的这样一个乐曲，看到哈，那么在这个乐曲当中我们会发现小节和小节之间它都是3拍。于是呢我们前面的拍号大家会发现标的是4·3拍，这就是一小节3拍。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翻，我们看到《茉莉花》的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小节数当中都是4拍啊，都是4拍。那么这个时候拍号呢标的是4·4拍。好，所以也就是说，通常在我们这个学习阶段呢，这样的4·2拍、4·3拍、4·4拍，基本上已经完全足够我们这个旋律的这个记谱用了。所以大家只要把这样的一些拍号啊，这样的谱例能够熟练准确的读会的话，就非常满足我们这个阶段的学习了。返回我们刚才所罗列的这些节奏型，我们还要记住它的节奏名称啊，因为在这儿呢，我们明白什么是四分音符了，所以实际上返回我们的名称当中，因为它都涉及到这样一个这个四分音符的啊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我们打一拍，一个音，一拍一个音，就是四分音符。 好，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刚才为大家罗列出来的这个节奏，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节奏，这一个音就称为四分音符。大。好，当下面被加了一条线的时候，我说了，它的时长被缩短了，速度加快了，每一个音缩短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一拍里头包含了两个音。 这个时候，当它缩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名称啊就加倍了，它就被称为八分音符了。所以呢，一开始一拍是四分音符，当一拍成为两个音的时候，它就被称为两个八分音符。所以大大被称为两个八分音符啊，我们慢慢的把它记住。第一拍一个音，大是四分音符，好。 一拍两个音，下面加了一道横线，我们称为两个八分音符，大大。好，以此类推，我们会发现出现三个音的时候，底下呢，开始加更多的横线了，也就出现两道横线了。可是这三个音不是平均的，有的是两道横线，有的是一道横线，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接下来这个节奏型当中，大家看到前两个音下面加了两道线，最后一个音后面还是一道线，于是我们称为。 前16分音符，啊，简称前16，啊，前面是16，后面是八，啊，它的全称是前16后八，我们就简称前16，啊，所以大家就再加了一道横线，它等于它的数字又翻倍了，所以从刚才的4再到8，现在是16。 好，目前为止我们也就最多用到16了啊，所以大家就这几个数字还是很好记住的。那么这个节奏型呢，就被称为前16。 大大大，好，接下来反过来了，前面是八分音符，后面两个16分音符啊，那么我们就称为前八后16，简称后16。大大大，好，然后再往下看的，大家看到我们就是一拍四个音，就全部是两道横线了，那么也就很简单了啊。 我们就以此类推，就称为四个16分音符，它的名称就称为四个16分音符。好，大大大大就是四个16分音符。好，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符点的概念。这个符点的概念呢，因为它下面是以一道线为主，那个长音啊，我们是大大，长音呢是一个八分音符加了符点啊，所以我们称它为八分符点。 啊，因为是以八分这个音符为主的，加了符点，我们称呼它为八分符点。大大，好，再接下来，好，看到我们这个呢是大大大，刚才我们也讲解过它的节奏型了。那么它的名称呢，称为小切分。那么切分音型呢，一般来说前后的这个音长呢都是不均等的。好，我们来唱一下大大大，啊，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从。 16分音符如何被连线而来的啊？大大大，所以大家就记住了啊，这个被称为小切分。因为将来我们有占两拍的大切分，这个回头再说，因为现在我们暂时还用不到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们在一拍范围当中的切分，我们称为小切分。大大大，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带空拍的这个空大。 啊，这个大家就自己明白它的这个节奏特点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空休止八分，实际上就是休止八分啊，空大。再接下来后面是两个音呢，是空大大，就是休止16啊，休止后面加两个16分音符。好，再看后面，大大啊，这个我说了，它占两拍，所以等于是一个四分音符加两个八分音符。 然后中间呢被加上了连线，好，拆开来看非常简单，连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四分符点。刚才我们前面出现了一个八分符点，八分符点我说了，因为前面这个音啊、呈现的是一个八分音符啊，带符点，所以成为8分符点。现在前面出现的是一个4分音符带了符点，所以它被称为4分符点。好，唱起来是大大。好，再往下看，就看到了我们一拍啊，然后后面加一个小横线。 是让它占了2拍，这个呢，我们从前面1拍是4分音符，现在往下减数字了，它就成为2分音符，大占2拍，大在曲子当中一定要唱足了。再往后看1拍之后加了3个小横线，那就是本身占4拍的长度。 我们就称为这最长的了，一小节当中，我们就称它为全音符。好，一定要唱足大4拍，你可以心里数数大2、3、4。这个在乐曲的句尾或者是整个乐曲的曲子的结束的时候啊，使用的非常多，所以不能偷工减料，一定要唱足了它的节拍。 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来复习一下我们所有的节奏的这个名称，在本阶段的学习当中啊，会不断的出现以上这些节奏型。好，首先呢要准确我们以上罗列的这些节奏型，其次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们的名称。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练习的方法，就是将我们刚才所有罗列的节奏呢连起来，做一个拍打的练习。 啊，我带着大家一起试一下，我们把刚才这些节奏都连在一起。好，右手呢一定要打拍子。好，一起试一下，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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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大空大大大大。 大2、3、4，好，这就比较全面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拆开了或者连在一起，反复的锻炼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节奏型。那么以上所有的出现的节奏型，就是我们本阶段在乐曲当中经常出现的，希望大家每一个都能记住它，并且准确的运用它，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我们这些优美的乐曲了。 我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袁莎，欢迎来到 icon music 古筝课堂，也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古筝，分享音乐。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古筝的基本技法，还有许多好听的古筝乐曲。